作者默默，演播人巨武巴雅酱。乌当是南蛮部最后一个巫王，只是他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在场之中，杨开是唯一一个完好无损的大巫师，南蛮部的圣物只能交给他，乌当别无选择。你能做到吗？乌当抓着杨开的手，凝肃地望着他。杨开点头，做出承诺。南蛮部不会灭亡。乌当露出一丝微笑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回光返照一般，他重新恢复了杨开第一次见他时的那种气势。巫王的力量在体内瞬间苏醒，沉声道。我们会制造机会让你逃离这里，离开这里之后，带着你的乌牛部去找其他的大部落靠拢，告诉他们我南蛮部今日的遭遇，让他们引以为戒。杨开张了张嘴，很想告诉他这边还有一个魔圣，乌当恐怕是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魔圣的手笔，所以才会对制造让杨开逃脱的机会这么抱以信心，若是知道的话，应该就不会这么想了。不过杨开没有说，若是有可能的话，他甚至愿意用小玄剑将剩下的人全部带走。但是即便他有这个心，也没办法做到，因为入目所见的所有蛮族都如乌图一样被黑药侵蚀，身子正在慢慢的融化，就连实力最为强大的巫王也不例外。他动用小玄剑，能带走的只是一滩滩浓水。加持在他们身上的生命锁链，并不能挽救他们的性命，只能让死亡推迟一些罢了。他攥紧了手上的圣物，从未有过的严肃，沉声道：南蛮部会在浴火之中重生，我保证。乌当大笑，忽然又问道：月和路？他们都很好。杨开回道：战争让他们成长很多，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晋升大巫师了。大人有什么话要我转达的吗？不必了。乌当摆了摆手。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，无需我来操心。深吸一口气，他开口道：准备好了吗？杨开点头，乌当立刻一挥手，一道闪电忽然从他手上激射而出，眨眼之间化作一条电蟒，栩栩如生，轰进了前方的魔族之中。刺啦啦的声响之中，魔族们一片人仰马翻。电蟒游走，为剩下的南蛮部指引了前进的方向，大巫们的咒言和战士们的呐喊交织成悲壮的乐律。所有残存的族人以乌当为中心凝成了一股绳，向前方狠狠攥去，似要攥出一条生路来。切豆腐一般，就算是面对十几二十倍于自己的敌人，蛮族这边也是势如破竹，迅速朝前推进。可惜这样的势头没办法保持太久，当几位魔王联袂而来的时候，南蛮部前进的步伐被挡住了。乌当凭空想飞起，一身乌力疯狂跌宕，以一己之力迎向那几个气势汹汹的魔王，同时冲杨开低喝道：想办法走。他以无力给杨开提供更多的庇护，能不能逃出升天就要看杨开自己的努力了。尽管希望不大，但他还是拼尽了全力。杨开冲他点头，无意在这里多暴露什么。自踏入这片战场到现在，他便感觉有一双目光正在默默地关注着自己，不需要去确认，他便知道那目光的主人是魔圣莫多。所以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真正实力，魔圣到底有多强大他还没有领教过，但他知道现在的自己绝对不是对手，若真引得魔圣出手，自己不一定能够逃离此地。瞬移在这里起不到作用，
因为这一片天地的法则被黑曜破坏得厉害，虚空极为不稳，只要想办法离开这覆盖方圆百里的巨坑，那他就能随意地施展自己最精通的手段。这方圆百里是巨坑的关键，他努力不着痕迹地朝战场外冲去，可偏偏还是被人看到了。其中一个长着一双翅膀的魔王似是对围攻乌当有些不感兴趣，所以一直抱着膀子站在半空中冷眼旁观。杨开的异常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先是饶有兴致地关注着杨开往外逃遁的姿态，很快就变得有些愤怒，因为他发现这个族人竟然有些本事，没有任何一个族人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步伐，他这一路冲杀出去，竟有几百族人死在了他的手上。眼看着这一族人还要杀更多，这位长着翅膀的魔王有些忍不住了，双翅一震便朝下方扑去，拦住了杨开的去路。他手上持着一杆寒光闪烁的长枪，猛地朝杨开点去，枪尖处竟汇聚出一团拳头大小的漆黑能量球。杨开身子微侧，手忙脚乱地将百万剑撩了上去，看似极为慌张的样子。这一副窘态让那魔王哈哈大笑，脸上满是快意，似乎已经预见杨开被自己一枪轰杀成渣的场景。结果却让他惊愕，一枪之下，这个异族人不但没有立刻死亡，反而还借助自己的攻击的力道，轻若无物地朝一旁飘出老远，一下子就摆脱了他的纠缠。魔王皱眉嘀咕道，运气不错。他将这一切归结于杨开的好运，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对方刻意为之。话落之时，他开始追击，虽然没能将这个异族人一击毙命，但自己好歹也是个魔王，总不能让他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逃出升天。莫多大人正在关注这场屠杀，族人们都在努力，自己若是连一个异族小子都拿不下来，只怕会受到惩罚。他不再留手，双翅震动时一下子就来到了杨开的头顶上，长枪再次舞动，狠狠朝下点去。只是这一次，枪尖上的漆黑能量球不再是拳头大小，而是有脸盆大小。那能量球中散发出来的气息也变得极为恐怖，就算是同为魔王的存在也休想轻易接下这一击。正在冲杀突围的异族人似乎完全没有发现，仍然将注意力投放在四周的魔族身上，对头顶上的魔王不管不问。可就在下一刻，这异族人竟仿佛头顶上长了眼睛一样，抬手就是一剑，正中枪尖。轰的一声巨响，能量球爆发开来，魔王猝不及防之下竟然往后退了几步。等稳住身形再望去的时候，那异族人居然已逃出百丈之远，而且越逃越快，所过之处没有任何一个魔族能留他片刻。他手上那宽大的长剑就像是死神的镰刀，族人们触之即死，碰着即生。先后两次攻击莫名其妙地被化解，异族小子更是借助自己的攻击的力量逃得更远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运气所能够解释的了。魔王脸色变换了一下，怒喝道，可恶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戏弄了一样，被一个实力低于自己的异族人给戏弄了，脸面上顿时有些挂不住，奋力一扑之下，身子竟然突破了鹰杖的封锁，转瞬间就追了上去。他第三次出手，这一次却是全力以赴，没有丝毫保留，霎时间魔气滚滚，魔枪威势惊人。杨开不得不转头面向着他，一手百万剑剑光缭绕，另一手不断地变换印诀，口中咒言变换，一道道威力巨大的巫术绽放出耀眼的光彩。
两人顷刻间打作一团。对杨开来说，这一战极为艰辛，并非是对手的力量太强，他如今也是上品大巫师，虽距离巫王境界还差一步，但帝尊境的底蕴摆在那里，诸多神通和手段也并非一个大巫师能够拥有的。他有能力杀掉这个生了双翅如复古之躯般的魔王，但是这个魔王好杀，却可能引来魔圣的关注，所以他必须展露出恰到好处的力量，一副拼尽全力在对手的攻击下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可能被击杀的架势。这个适度的力量并不太好把握，好在他做得不错，魔圣的关注还在，却没有提升太大的兴趣。他与对手边打边退，有目的地朝巨坑外围撤走。与杨开相比，他此刻的对手却是越打越烦闷，心里总有一股奇怪的感觉。因为这个异族小子就像是一只不死的蟑螂，在他的狂攻之下屹立不倒，尽管瞧着手忙脚乱，岌岌可危，可每每都能在最危机的时刻转危为安。他攻击的力度越来越强，始终无法如愿以偿地将之斩杀，反倒是两人冲突碰撞的余波让不少族人死于非命。他感觉到远方魔圣大人身边，自己那几个同僚正在冲自己指指点点，似乎是在讥讽嘲笑自己的无能，这让他无法容忍。眼中狠厉的神色一闪，他一枪戳去，虽被杨开艰辛化去，却面露森冷的笑容狰狞道：去死吧！与此同时，他右翅上的一根羽翼忽然化作赤红之色脱体而出，仿佛一杆无坚不摧的长矛，转瞬间就袭到了杨开面前。这是这位魔王的天赋神通，与沙雅的魅惑之光可以无限制地释放不同，他的天赋神通必须借助自己的羽翼，而且是精心炼化过的羽翼，用掉之后就会消失不见，属于一种消耗品，但杀伤力也是巨大无比。等闲情况下，这位魔王是不会轻易动用这一招的，但这个异族小子给了他太多的羞辱，他迫切地想要将之击杀来挽回自己的颜面。杨开浑身毛孔一紧，从未有过的危机将自己笼罩，心中警钟狂鸣。这样的危机他很久没有碰到过了，就算自己的实力还在巅峰之时，恐怕也没办法轻易化解。他本能地探出一手，这一次却没有再动用巫术，而是放逐。前方一个黑洞骤然成型，似能吞噬掉世间万物。看到这一幕的双翅魔王脸色大变，瞪眼瞧着那黑洞，差点转身就逃啊，因为这黑洞看起来就跟之前爆发出来的黑药竟是极为的相似。魔圣大人施展惊天手段将黑药转移到这片大地上，他之前也看在眼中，异族人的王者瞬间死伤无数，似乎只活下来一个，他也只是个魔王，自然不可能直面黑药的恐怖。可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看错了，那并非黑药，因为自己的羽翼竟直接将之击碎，虽然威力大减，但还是笔直的朝那异族小子射去。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当那羽翼轰破杨开的空间神通之后，他不得不低吼一声：龙化！背后一条金光灿灿的巨龙虚影仰头咆哮，声音高亢，掩盖了战场的嘈杂声，让这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。远方关注这战场的魔圣莫多终于变了脸色，一双锐利的目光似能穿透空间的屏障，直达杨开的心底。金圣龙虚影一闪而逝，投入杨开的躯体之中，消失不见。不算高大的身体忽然暴涨一倍有余，裸露在外的肌肤上片片鳞甲覆盖，
双手化作尖锐的龙爪，似能碎金裂石，额头处更是生出了两只短小的龙角。本还算宽大的百万剑被杨开提在手上，竟如小孩子般的玩具一样可笑。嗤的一声，那一根赤红的羽翼正中杨开的胸口，却没有想象中一击毙命的效果出现。龙化之后，杨开的肉身大幅度的增强，体表更有龙鳞覆盖，双翅魔王的天赋神通固然有极强的杀伤力，却也只能入肉三寸，便再也无能为力。双翅魔王为这一变故而发怔，浑然没想到异族人居然有这样的本事，而且此刻这个异族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竟让他感觉极为的不安。他本能地觉得自己不是眼前这家伙的对手，怪叫一声的同时长枪往前一递，准备虚晃一招逃离此地。那递出去的长枪却是被杨开一只龙爪紧紧抓住，狠狠往自己面前一拉。双翅魔王不由自主地朝他扑了过来，杨开脚下一错，收了百万剑的同时单手就朝他胸口处戳了过去。扑哧一声，犹如戳破了一张纸，手臂穿胸而过，直接在这双翅魔王的胸口处开了一个窟窿。而此刻杨开的手心上更攥着一颗正在跳动的漆黑魔心。两人近在咫尺，四目相对，魔王神色恍惧，杨开表情冷酷，手上一用力，魔心被捏得粉碎，双翅魔王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在惨叫之中被恐怖的龙息震为一团血雾，体内三颗魔心瞬间被毁灭两颗，只剩下最后一颗，就如有灵性一般飞遁而逃。那魔心之中隐约还有一团人性的黑气包裹，看那模样分明就是缩小了无数倍的双翅魔王。杨开没去追击，他不想追击，没有时间去追击。被毁掉两颗魔心的魔王，就算能够借助最后一颗魔心复活，实力也会大打折扣，短时间内不足为虑。他转过身朝巨坑外冲去，本就距离边缘不远，实习之后当杨开冲到巨坑顶部的时候，一道身影却拦在了前方。那身影并不高大，可头下的阴影却似乎能遮蔽整个天空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侠玄幻小说《武炼巅峰》，作者默默，演播人巨武巴雅居。更多精彩有声书，无心深处牵挂，共谁演绎这张金戈铁马，谁祝福真又算得到。